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。讲三文也上卡协佛的预告经啊，上这个迦摄佛的预告经啊，那么其声比近，近的是急促，急促急迫的意思啊，鼠灰欲退啊，因为真精进嘛，啊，怎样生死干苦啊，啊，结果啊，太急促的修行啊，反而退道心，鼠灰欲退，意思讲很快修啦。简单讲，因为一修给悲伤生死无常啊，真精进啊，说适得其反啊，佛道漫长啊，佛道漫长，啊，特别退得心嘛呢，佛问之话。啊，佛就该问啊，讲你过去在学计算，你是做什么行业呢？对耶，爱弹琴呐，啊，爱弹琴啊，讲啊，我爱弹琴。不过啊，这琴的这个线啊，那个放好零零弦环如何？这线那个放好零零呢？哎，无声，对耶，不明矣，无声琴。啊，循环的是，它放好零零，断了，咚咚咚，不响，对吧？对于不明啊，不明的是发出来，发不出声音出来。琴的那个放好零零，就是比如一个人的海带修不行啊，笨蛋，笨蛋，伊要较修行呢。所以弦急如何？这个弦急啊，就是紧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弦呐、啊，这个线呐、啊，该一回紧按的时阵。这个急不是急慢的急，就是紧的啊、哦，就是把它拉得很紧的心啊，弦该嘎嘎回就拉的时候啊，对耶，声绝，绝就是啊断掉，绝就是断掉，声音不能综合啊，绝就是断掉啊，或者是直，停止的直啊，或者是竭尽所能的竭，都是一样，这个有四个字都跟这个绝一样啊。断或者是灭或者是直或者是绝，声音都不一样啊，断了一句那修给俺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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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啊，因为我不断给琴嘛，我怎样啊，断的吉他啊，我们弹过琴就知道，这急缓得中如何呢啊，那你把这个琴的这个弦啊，这个弦啊，卖给雕回金安，那么未使放好金铃，哎，修行就是安尼，未使金海带，也未使一手的想去精进精进噶，哦，那神经衰弱，鬼迷未困，一两分两鬼迷，该困难困，该吃饭难吃饭，那不应该。修行，还是一样要配合生活。修行赶快来配合咱的生活，啊，照常安尼，迄个时间吃饭，照常迄个时间困，啊，时间我们自己掌握，把我们的情绪呀、舒缓，是急缓得中如何？对耶，一定要回答不？啊，是诸因普矣，这个普啊，就是周遍的意思。哎，这声音啊，这样很好，很周遍，断了去啊，拢听个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。弘言，三文学的也是爱安呢。啊，爱调试心欲调色呢，多可得意啊！爱调咱这个心，啊，袂使个调个好一紧紧张。哦，安尼硬要精进了对啦，啊，修个脑神经衰弱症，啊，唔是要食安脑丸啊，哎，唔免安尼哦，也嘛袂使调个真烂啊，安尼困啊，无难无呢，也无要精进啊，安尼袂使。但是一得若暴，暴就是急躁。如果对我们修行啊很急躁的时候，这个暴是不是暴恶？这个暴不是恶，是急躁的意思啊！我要修行，我要修行，哎，就过去啊，光华路啊，有一个菩萨啦、啊，听到咧地藏法门好，念地藏菩萨外好，半米半拢爬起来拜地藏菩萨，半米半，哎，半米半，啊，修到路边啊，神经有点衰弱，半米基本拢未困着。哎呀，真够、啊！师父啊，我安尼听着地藏法门，我真欢喜，来念地藏经哦，上几讲迄个对啦，一讲拢上几多铺的啦。哎，一部地藏经上了都要点半钟至两点钟啊，一讲上几多铺的啊，啊念地藏圣号拜几米几日的就对啦。我讲安尼念咪就倒啊，你安尼念咪就赞袂掉，可怜无错，
规章呵呵的，连外久就倒啊，连外久就神经衰弱症啊，正经的啊，到尾啊，后来我过去光华路甲伊看麦，讲唔拜佛啦，伊讲拜佛咯、哦，神经衰弱啦，翁婿事业袂顺利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家己身体阁无害去啊，伊就是不懂佛法，无听经，无闻法。啊，干那知影讲要修行，要修行啊，不懂得调身、调心呢、啊，啊，修不外久的道啊。你记住，道是漫长的。你记住师父的话，佛道是很漫长的，要一步一步。外省人讲的就是要慢慢来，要慢慢来，要那么煎熬的功夫，上工厂讲，也就像炖这个绿豆汤，也慢慢来，一点钟、两点钟、三点钟，安尼，未使这就来使向下啊，未使何里安尼修行，未使何里安尼，安尼念咪得死呀。所以不出个所料，念咪得，就到即嘛拢唔拜好啦，急躁，急躁，听到话哇太好了，黑死命，急躁。暴疾生脾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实在是伟大的人，你太急躁了，念佛就干嘛今天嘛，修行修不行啊，对不啊，其身若脾亦即生恼啊，辛苦了不会抗拒啊啊，意很多的心的烦恼，辛苦不会抗拒了啊，不要归你归你，念佛念归你归你，佛祖也不叫你安呢，人真是爱，精真是好，该吃爱吃，该休困就是爱休困啊，所以我感觉广清老上该伟大，然后老兄老兄啊，啊，我来念佛了，念到拢会休困，你变安怎？呵呵，老兄回答，哦，那个有够好，念佛爱困，去困了吧，再爬起来念，嘿，实在有够搞，伊也无甲你讲伤济，看伊外搞，啊啊，叔啊，我念佛念啊真爱困，变安怎？去困了吧，再爬起来念，啊，都有影了点。虽然是一句真平淡的话，啊，这个是真理啊！本来就去困了，爸就背起来念啊，何必就安尼自己一直煎熬，对不？所以说啊，若身其身若脾亦即生恼，安尼咱得烦恼啊，意就生恼，行就退意，咱的这个心呐、啊，那三心这个烦恼，那你修行都会退啊，即行即退，罪必加矣啊。啊，那么咱的心啊，修行了退到心呢，那么咱的恶别去做，那么罪的尽当啊。但清净安乐都不是，这只要你这个心保持清净安乐啊，心呵呵调起来，身体歹爱看医生，该吃吃，该困爱困，不过你唔通因为家己心病乱找理由呢，十点伊就去倒一边床，就家己讲啊，该困都爱困。六点爬起，六点半爬起，已经困八点半钟啊！啊，该吃就爱吃，吼、哦，这是有够笨蛋，够搞吃，讲家己安尼安慰家己安尼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真严重啊咯！啊，迄、那个真严重。